另外，13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將會喺3月5日喺北京召開。人大常委會嘅相關決定就會議議程提出咗建議。根據人大常委會嘅決定，建議13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嘅議程，包括審議政府工作報告、審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、第14個5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，審查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，與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嘅報告。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，審查202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同202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嘅報告。202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，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修正草案的議案，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修正草案的議案。另外，還會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，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，審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。鳳凰衛視綜合報導。